我準備了一份心意給他，你是吧？今天是恭賀他嘛，我最緊要人道啦，你看。因為即係今年都第一次有啲傷起嚟，都意外。我都唔知嘅，真係。即係咁，但係其實好似四個月啦嘛。個肚吉咗未？好似冇乜味有嘅。哦，咁所以大家都唔知，都正常嘅。係啊，恭喜佢啊！恭喜佢。我都係啱啱先知佢有咗 B B， 但係佢唔覺嘅，睇唔出，因為佢仲係好 fit， 可能因為佢做開健開心，所以就非常之 fit。今日天氣有啲冇即係我估有好多人贏，咁但係我哋不嬲都低調，就我哋都想工作先咁。係啊係啊，所以唔係未係好係啊。咁你緊張好似你答唔到，冇乜特別嘅。咁因為主要係嚟見證佢哋一個開心嘅時刻嘛，咁所以大家都開心啦，大家都開心。打咗十萬啦，幾時？都是做咗嘢先啦，做啲工作先啦，加油啊！多謝，期待噶。有冇呢個想分享嘅？我想努力。係，我諗我老闆都希望我努力工作先。咁就多謝大家，辛苦曬。好，辛苦曬 ，thank you。幫下學習下，睇下啲點樣做啊？冇啦，工作先啦，低調啲好，低調啲好 ，thank you。